谈恋爱能让人快速长肉，跟你的姐妹合租也能。张二狗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妈根本就不担心我会点外卖了，开始整活了呀，张二狗。哎呦我天哪，鸡蛋还得炸一下。但是生怕我太瘦了。哎呦我这土豆粉的，有点香啊。哎呀，成天吃这些热量高的玩意儿，是真开心啊。嗯，有学校门口那味儿绝了，但是学校门口可没那么多料啊。学校门口没这么多肉，好吃啊。这个金钱蛋长得太好看了。脆的，好香啊！救命啊！哈哈，好好吃。蒜蓉油麦菜真好吃。还有这糖，就是可以让你一直喝下去的那种，就是可以让我一直胖下去的那种。这汤里都是精华呀！炸鸡好了啊！哎呀，再多吃两口菜，减轻一下罪恶感。没有用。嗯。它是用油炒的，不是用清水炒的，姐姐。你好烦呐！都一起吃的饭啊。